安，大家好。这一集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网络内容的几大分类。那主要会讲这一个的原因，就是说目前啊，在整个互联网，大家在搜寻的，或者是说大家是在有使用上的一个网络内容呢，大概的内容，它事实上有很多，但如果你去做一个区别类别的一个划分来讲，事实上它有几个类别。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什么财经类啦，或什么饮食美食食物这种，不是分这种类别，而是说它的一种属性的类别。那举个例子来直接讲它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说哦今天这个它的一种系，而是说它的类。我们一般讲我们几大分类的几个细项，我们一般我们讲的不是系，我们讲的是类别。那类别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属于原创型的类别，就这个原创型的类别来讲，它是属于就感觉它是很原创新的，对，非常原创的部分，就有点像专利里面的一种发明的部分，它是很稀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是被运用的哦，它有创新的用法，例如第一个像科目三之前我们那个科目三的网络的一个，这里有一个科目三，那科目三来讲，一开始跳的那一个男生，他跳的舞来讲，他事实上是科目三，可是他事实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最原始的版的科目三，对，你可以说他是个原创，对不对？找到最早的文献的原创。那第二个来讲，就是他被充分运用，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网络上的科目三，哇，一大堆，对不对？哦，中国版、欧洲版、美洲版、非洲版的，这个就是什么？第二个类别，它是怎样被运用的一种类别？它可能是怎样？它可能是不是原创，但它有被创新巧思。那有没有可能反而创新巧思的比原创的更有那个更有亮点？也是有啊，就像一般来讲的一般发明，它可能最原始的发明那一个人可能赚不了多少钱，但最后呢他在被一个新型的应用上来讲，反而被应用的人他赚了比较多钱，这倒是有可能的哦。这是两个那个类别。那再来呢，第三个类别是怎样？是属于目前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复制贴上，就是很明显，我举个例子来讲，不管是什么财经啊、预言啊、神学啦、心理学啦，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看有一些就几乎是它是有点复制贴上，几乎就是把你可以感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能是讲了，例如anyway讲一个什么预言的来讲好了，预言的，你会发现预言 A 的人，他拿内容拿预言 B， 他的内容事实上几乎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摆着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演讲稿的话，例如说，他从那个影片 A 的部分，他把它转换成演讲稿，拿来影片 B 照念，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来讲，就是说目前第三种就是比较多，也是最大多数就是复制贴上的一个部分。因为事实上这个部分呢，它在整个的一种财经的一个内容里面，事实上是蛮多的。就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有一些的内容你会发现，就是这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原创性，就是有点复制贴上。那久而久之呢，事实上，就是说那一个内容，不管你是说那个 UP 主，或是说那个内容频道的内容，它就是属于比较，你就会感觉就它就真的是比较那一种没有原创性，有点变成是说拿别人的来复制贴上，然后就哇，它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运用来讲。那这个事实上也是目前在整个的一种那个内容，互联网的内容里面，蛮大多数是这样子。我们讲除了就是说一般来讲的抖音啊、IG 啊这种所谓的比较偏向跟大家那一种所谓的一种分享型的之外呢，我们讲的分享型文章另当别论。这所谓的内容来讲，蛮多都是这种的情况。那第四种呢，就是有一种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什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种。这种也不能说一种这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就是说你可能比较认为它是一种非主流的，就很跳动的一些东西，就等于是说，讲出来的东西，它可能我内容的东西，它是一种很跳动的，一种很好比说他今天是搞怪的实验这一种的情况，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明明就不可能，他就想搞一个东西，我今天怎么样？我要做一台直升机，我哪怕一定飞不起来嘛，飞得起来记得去拍了。但怎样，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就怎样，他是一种挑战，可能一年的，那一年中他可能就一个月或一个礼拜就发一个影片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等于就是很震惊的胡说八道，你也可以说很震惊胡说八道，但是就是说它的内容是属于比较跳痛比较没有依据的一种创，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想，
主要是分这几种，那有没有其他？那再来就是说，那至于说啊 ，IG 啦、啊、抖音啦、啊，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怎样？它应该有点比较像你之前的 Facebook， 属于分享型的。哦，我可能就分享我今天的趣闻，我今天分享我的美食，对不对？那你说啊，那个美食这样子算不算？也算。可是变成说美食这种东西，应该说最早，好比说最早，我们刚刚讲一开始，哎，我最早去某个地方拍了这个美食，对，你可以说是原创嘛，对啊。那后面的人就有参考，或者说有类似的，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类，它可能是一种运用哦，被推波助澜的一个情况。所以事实上各位有没有发现，事实上如果把二三都，第一个是原创，第二个推波助澜，第三个怎样复制粘贴，第四个就是很震惊的，就是一种很天马行空的发想。二三四拿掉的时候，事实上一就是我们讲一类的来讲，事实上占的比例呢，原则上不算很。举个例子来讲，哦，好比说我想科目三，科目三的影片来讲，它多少啊 ？YT 里面有多少的影片？但是我们找到最原始的那一个男生跳的科目三，它很像，的内容大概有六七成有点像，对不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招牌的动作，但是有前面的一些前置动作，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包含后面很多都不一样。对，所以应该说，像发明来讲，就是发明这东西真的是很运用吗？未必，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原创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概念的一个呈现，一种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的一种切入点。对，所以变成是说，如果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来讲的话呢，事实上各位来讲说，哎，我们互联网的一个部分呢、啊，哎，很多内容它是不是就等于说，假设你这样的分门别类之后呢，你会发现内容虽然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经过你的层层过滤之后呢，哪一些内容可能是比较偏向哪一种属性的，或者说怎样，它就比较明显。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原创呢，那问题就是说，哎，好比就 OK 好，那原创内容这一定是最真吗？也未必哦。好比就是说，今天一个论点或今天一个发现好了，原创 A 它可能讲的不见得那么好，但原创 B 的部分拿来做修改 ，C 拿来做修改，就像我们有时候工厂或公司里面的一样，有没有？那一开始第一个创造的人，第一代创造，那可能就GG了。换第二代人接手，改了一些，第三改代，可能改到第 N 代的时候，哇，好好哦，啊，这个呢，前面也不可考了，就第 N 代的人的功劳啊。第二代的第 N 代的人就是这样，首席设计师，你也可以这样讲，也有问题。对，所以变成是说，应该来讲就是说，重点不是在于说那第几代，而是说在这个过程来讲，它是有一种一定的一种演变的一个情况。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是说，那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假如我们先假如，就是说，你在过滤一些文章或过滤一些内容的部分来讲，事实上，如果是说，第三类的复制贴上，如果把它给移掉的话，事实上，一、二、四，哪四的部分太过于天马行空，可能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但目前来讲，比较不切实际的，不管是理论啦、啊、想法啦、啊、设计啦、啊、概念啦、啊、发明啦、啊。实验啊，最常看到是实验，比较不切实际，你把它拿掉，就剩一二，二是运用嘛。那二的运用来讲的部分呢，哎，如果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偏向于就是有点类似擦边，就有点问导游很像的，那你拿掉的话，事实上就是一跟二的一部分。那一的部分来讲，事实上不算多。事实上，如果有一些内容来讲，不管有的人是哦，有的人可能对哦，啊，神学啦、玄学啦，哦，天外行星啊 ，anyway， 或者是说物理的啦，哦，财经的啦，这些来讲，内容抽丝剥茧的话，事实上没有很多。举个例子来讲，像房地产讲的人都不多，超多的哇一大堆。但是各位如果仔细去抽丝剥茧来讲的话，真正它的源头来讲的源头的讯息或源头一开始的概念，往往就是那几个人或那几篇的文章，就是这样子。Okay， 所以等于是说。这个有点类似说，在那种做那种学术研究，或者说你在搜寻那种文献 paper 的时候，有没有它这样子的一种逻辑层层的一个拆解，可以帮助你找到说，哎，哪一些讯息？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往往原创为什么会今天会讲到这个？就是说，原创不是原创吗？对。可是我们要讲的原创内容会被后面第二类别的一种大量的运用是不是概括？对不对？对。那概括就没有什么这应用啊，很好啊。但是我们要表达说，你如果可以找到原创的内容来讲，你可以知道原创它一开始弄这样子，或讲这样子，或建构这样的资料的时候，它一开始的思维模式。为什么？
因为往往它一开始的思维模式跟后面所呈现所发酵的不一样。就是说，好比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概念？那它可能是后面呢一直不断去迭代啦，去说因为可能是某某某某某某的因素，但是可能一开始原创它不是那个因素，它是利用另外一层因素。那你说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吗？应该是说，那你可以更能清楚知道原创它真正的一个想法。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好比说工厂，今天假如说第一代的人第一代的工程师他设计了一款商品，设计了一款，开发了出一款，那 A 第一代的部分就继续的换第二代接手，第三代到了第六代的时候呢，一样把前面的部分做一个延续。但是你问当第七代的人在第六代的人要交接给第七代的人，第七代就问第六代说为什么这样，第六代都怎样讲了一堆一阵的理由，但是是不是真正第一代一开始的思维逻辑它切入点可能不一定。那你说那没有差，反正我第七代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应该这样讲，第一代为什么说我想说第一代的部分它贡献度会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它是从无中到有的，他创造这东西是他的天马行空的灵感，还是说他一开始已经有怎样？一开始已经有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第一代之前还有第零代、第负一代、负二代、负三代、负几代，前面好几代，前面的一种基础研究，他累积下来的部分，他已经排除掉某一些因素的一个因素，或者说他的考量的点是哪一个因素，所以他最后切入到这一点。所以当你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他一开始的动机。一开始的时光你可以比较做后面的一个也学术的一个探讨，是有点这样的意思。那只是说那在影片来讲就是说那好比就说 OK 那你知道一开始影片的创作的内容它的论点是什么的情况，那有什么特别的吗？这个东西如果说用在娱乐性啊，或者说用在讨论的谈话性，这课内容比较不多。但是这种内容是用在哪一种？用在就是说例如说好比说今天有一个地质学家，有个历史学家，他在某一些的素材的材料中，他发现了一个点。那这个点来讲呢，他可能这个点可能是有点推翻之前的一种认知。例如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发现了原来在这个区块在这里这个某一些的这个点，原本我们认为是这样，但是因为他的发现，这个发现可以扭转改变这个对这个地方的一种认知结构。举个例子来讲，这里目前可能都是荒野高山啊，因为地质学家他发现了我发现了什么这个贝壳或什么什么因素所以这里以前是怎样，以前是一个高山深海，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它虽然是高山深海中，它可能又有另外一个沙漠 ，anyway， 但是可能第一代他可能讲完了，但第二、第三、第四代的时候，因为他只看到目前本相的一部分，所以到第七代的时候呢，他看到什么？高山里面有贝壳，所以结论，这里以前一定是深海，就这样子。但是刚刚第一代讲的，但是后面可能还有沙漠，类似这样的话呢，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呢最后会被怎样？被本质的部分就一直怎样快速的去盖过这样的情况。那所以也很容易造成一开始的我们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学者专家学者他发的一些文章，例如像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他发现了一些点，我发现了考古学家最明显是考古，他发现了一些资料，他觉得可以扭转改变这个大家对原本历史或很多东西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但是后面在二三四代中有一些可能为了在转换或是说一些部分来讲的部分，原本它的一种更惊奇的发现，可能原本100分，但最后呢只是因为亮点可能其中到七八十分，但是可能第一代他最想表达的可能不只是单纯这样的七八十分，他要表达的是说除了真相之外还有真相，应该是要表达这一块。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常看到就是说今天例如说一个专家学者他发现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应该是这样子，但很快呢就会有人呢就会把他的内容来就会否定，应该说是应该结论 A 是错的，然后呢这时候呢本来照
结论 A 的部分，他拿的资料呢，应该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大的舆论。但是有可能变成是说，另外一派呢过来持反对意见，也是专家哦，也是有权威的。那很快这部分就很容易被一分为二。那一分为二呢，原本这个 A 的部分应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让大家可以有重新认为、改变这个认知的时候，那很快这拉扯波动它就不见了。你会发现，事实上互联网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些比较独特或比较深刻的见解，它很快就会被这样子的一个几代几代中的稀释掉。那最后呢，这个结论就像是一个好像一个趣闻这样。但是各位，如果你深扒到这个 A 它的源头来讲，如果它的 A 可能的情况，我们讲是有一说一嘛，它的资料如果是合理的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哇，这个可能改变你目前的一种思维结构。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在这一块，倒不是说哦什么什么经，哎，又说这个事实上也有点变成这样，就是有点变成是你对事情的一种独立思考能力。这个部分，你就说啊，跟我们比较没相关，这个跟什么比较相关？用在金融投资上，就好比说一开始得到的讯息 A 第一代，但是转换第八代的时候，哎，我跟你讲一定要买什么，就这样。但是一开始 A 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说，哎，我认为什么什么会涨，什么什么会跌，但是是要什么什么环境之后，什么什么情况之后，而这一段都被忽略掉了。但是当你可以知道 A 它后面的那一段什么什么的时候，你是不是更精准的判断说，哦， A 出来的资料是有这样的思考逻辑的？那如果你以它的思考逻辑去判断你目前的一个投资趋势的话，是不是更准确？所以应该来讲说，今天绕了一圈，主要是在于就是说，这个投资的一种思维的一种方式，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或许可以让你的这个在不管是投资或什么部分，它会更加更一种比较理性更精准的一个判断。主要要表达是这一块。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拜。